今天其实我自己感觉下的不太好，后面呢，因为我一直觉得自己那个形势不太好，然后我就比较淡定，就比较放松的下了，然后到后面他可能出了点问题，然后我就搬回来，就是很开心，还是很开心。可以说是超出了我们教练组的预期啊，表现是非常出色，也经历了各种场面上的这个考验吧。无论是领先的棋、复杂的棋和落后的棋啊，它都能赢下来啊，我觉得还是非常棒的。